要我怎样？要怎样？还剩一方盆儿。Hey Siri， 打电话给我男朋友。打给第几个？你干啥呢？你今天这上班这咋就迟到了呢？堵车了。咱村就一条道，常年八辈子看不到人，请问是谁堵的你？二氧化碳呢？起晚了。那就说起晚了呗。问你个问题哈，自来水能直接喝吗？不能。啊，苹果不洗的话能直接吃吗？不能。啊，那为什么用自来水洗过的苹果就可以直接吃了呢？啊？是？怎么了？等等，是我进错厕所了，还是你进错厕所了呀？门开起来了，大哥，门开起来了，门是开的，门是开的，下来，门是开。我想你了，是那种发短信打电话也解决不了的想，是那种一定要见一面紧紧抱住的想。